大家好，我是孫子成 Felix Xuan 咁啊，今次好高興受到 HKICF 嘅邀請，去分享我喺南校呢十幾年嘅一啲指揮嘅經驗。今時今日嘅指揮咧，相信大家都係面對緊差唔多嘅問題啦，可能講緊團員招募嘅問題啊，以至到聲樂訓練嘅問題、同學生溝通嘅問題又或者係每一年。怎樣為學生啊呢啲音樂團體去計劃課程啊、計劃活動等嘅問題咁樣嚇，咁希望今次嘅交流咧可以帶到一啲有用嘅資訊俾各位嚇，咁就大家亦都可以互相交流學習一下啦，咁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各位。